音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21。外面天气很好，我们出去运动运动。好，打篮球怎么样？男的想做什么？21。外面天气很好，我们出去运动运动。好，打篮球怎么样？男的想做什么？22。你在这个商店买过东西吗？买过一次，这儿的东西还不错，就是太贵了。这个商店的东西怎么样？22。你在这个商店买过东西吗？买过一次，这儿的东西还不错。就是太贵了。这个商店的东西怎么样？23。小李怎么还没来？都8:40了。我已经给他打电话了。他说在出租车上，几分钟后就到。现在几点了？23。小李怎么还没来？都8:40了。我已经给他打电话了。他说在出租车上，几分钟后就到。现在几点了？24。小姐，这件衣服有大一点的吗？真对不起，这是最后一件了。说话人最可能在哪儿？24。小姐，这件衣服有大一点的吗？真对不起，这是最后一件了。说话人最可能在哪儿？25。你今天买的东西真不少。明天是我儿子的生日，都是给他买的。明天是谁的生日？